大话西游啊！大话西游，干嘛？天哪！哦，你干嘛？在厕所呢？没有拍戏呢。然后我跟我要比帅，我哎比人还帅多了啊！比人还帅多了。对，我觉得你这样说。怎么样啊？这两天干嘛？这两天做什么？你这些干嘛？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啊。这个干嘛？哎，你给我看。你说 black and white 的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哎，敷一下脸哈，有点皱吧。你在哪里？在哪里拍？银川。宁夏。OK， 好了。跟着老爸说，紫砂爸爸加油！一二三，紫砂爸爸加油！那一个小个儿的。高个儿那个，不是，对呀，今天参加谁的？哥哥，哥哥。